我又想到，难怪你又也想到，啊！你买海产摸一箱回来，想到啊，摸摸，哎，这十块飞机票，你若有孙仔囡仔，人家真好食，新客钱的新客哦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好，姐姐。来一百，再买只飞机票。两个。真多，来两个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回来无啦？飞机票。我这百块两百钱，我一百块了。啊！你陪我，你陪我。我一两个摩托累啊，你要累，我买鞋啊，你哦。来，这个先给我提起来一下。我还讲话，我存无几千块了，嗨嗨，这凊彩卖卖就无啊。这三地就百五啊，六地给你啊，七地给你，八地给你啊，九地、十地，一百块要来无？最后都是一百块了，是吧？哇，六千八九十，一百块要来无？搁一千块哦。拢有啊吗？门大啦，伊啊莫回去当来阿姨。你就两点比啊，一直赶要当的，到即摆你人还袂走的，你是？都要等你连门镜都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蛤蟆好啦，阿姐我先讲话，这次我阿袂买啦。恁有人捌伫我家买过这无？伊这叫挪威青鱼啦，在恁那边我存一箱尔。这个本来是一只韩国三百啦，现在六百啦。我免六百嘛，免五百，你钱起啊变来三百，我恁六百来食啦，三百就好啦。我这只搁送你啦，这拢未死咸的吼，这只搁你啦。来头前哦。三百，那是下头前，这个我普通客客人我无的是。这只够你啊，这只够你啊，三百，顶包包了。来，头前。这边三百，收钱啊。阿姊，谢谢啊，感谢你，我这条要送你。哦，三个人家你买袂着啊，三百哦。来，头前，头前。我要吃挪威青鱼的无？三百，真正。三百二人要吃吗？拢有啊。来，够人要买三百，等于一台左边。来，左边有啊。三百，够人要买三百，百五等于七折，看卖无？拢无啊，一百五。有人要七折，看卖无？左边，你左边一个霸王，你最后这三位霸王，我卖个老王霸王方面。来，阿姐，阿姐，我放那个新的，阿第二个你甲收一包，是。哪天霸王是谁？是后边迄个，迄个剩一百两，迄回皮的回皮，后边迄个霸王。后边那个霸王。这个一百二只。哪里？一百二只。你明天在我家没见过，不敢相对。是那霸王没有利用。啊？我皮上没有。我骑的上来有啊，像我你个大条，这个在上边，大你个龟妹，哦，那哪里啊？啊？大只啊，大只啊！那计条同款的啊，你都要龟妹拢无计条，你嘛变贵了。我来讲哦，最近足侪外人客食到这俄罗斯杂志，专工来吃。马仔一个应答，顶个白个我买五百无够，佮我卡电话，伊公司佮订两本，龟妹拢无骑的，你龟妹甲你讲，唔免五百四百，两百了，你个龟妹。两位三位都冇见，三位啊，三位六百，啥？五百，五百冇谈了咩？五百俾你，你咪我谈，三位本钱我留你咩？我袂啊，六百收啦。我即下这两位四，两百上面都冇饲的哦，整只都没有刺哦。做侪人讲，啊人家即下一只才百几俩，你一只刚卖两百，头家你赚哪济哦？唔是我赚哪济，你要去补好查好嘛，这物件无共。几多无饲的，两百个要来无？明年你要饲什么吃？我袂来。超钱。天不黑啦，用三百二十块，你敢捌吃过？最后这只两百要来无？阿姊，我们要来。要来，多谢。来，赶紧收钱，紧起来。哎，你来我上我要吃白带鱼嘞。在我边啊。哎，你白带来，佮唔给钱，我讲抱歉，两字真正我白带拢抢了，我一个台下给个。来这边啊。我白带真正抢了了啊。哎，白带鱼从这收了无啊？白带要吃卖三百袂起啊，我两百好我了，一百块。加油！你那边卖送啊？有当时你也看卖电条啦，啊，人家都看卖，你都卖送嘛，无计嘛，你看阿姨。先给你收一个哦，先给你收一个两百。系啊，我两百二，今摆你看两百个哦。你都卖送了，当条，人家送两百来三个，第五个做法啦。啊，加七个哦，今摆。是讲我咧拢，另外拢我咧便捷就好啊。四个哦。但是另外加上我这边两百哦。来两百上面写两百斤龙虾四五六七八个哦，两百个要食白带，你看这白带水无，拢无空的呢。啊，啊，这你少啊，最后十秒了，我再讲你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这个，这你来给两百，这拢我连拿钱也无啊，这只一公斤哦。最后个只两百上面写两百。两百有咩来无？我即摆收无，来多少计讲？哎，你有提钱啊？我还阁加补你啊，阁少一个啊，卖阁头啊，两百块。同我你买个？六个。七个。七个有无？
有啊，七个啊，三八收七个啊，一个啊，十几个啊。好来，来我先收一个，我开始。你又摆个分啊？来，来，阿叔，我这个，我到这个啊。七个啊。拿回来。这个，这个，马上没有了。大哥，我要试一下，看嘛，鸡腿够好食哦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吗？
好，你要吃啥？跟你讲哦。三个条了。嗯嗯。来，要吃啥？跟你讲，三条条，我搁听到。一条一条无。嗯。来，要吃啥？跟你讲哦。有遐啥物物件无？阿爸完了，阿爸完了，讲过有啊，对啦。就两百只只牛肉哦，炒蒜头、辣椒，这一包炒到米啊，我两包五包，免五包四包，来先给钱三包我，有料。有吧？你袂当炒，我这两包十二三包，你先给钱，我要休困了，这两包够你啊，三包三百只了了，有两百只了了无？三包好。我只。来三包，够要吃哦，一包三包，两包三包，三包你两包买过四只百五了，有两百四只看卖无？一百五。一路我随来随去，你要几包吗？五包，还五斤。五百块。来，那个牛柳过来买来无？你大哥家你顶当也无只两包过哩，两包了，两百块只，包包重也无，两包有，我来遐做看下者。来一千块。来，到人要食这个鲑鱼，到人要食鲑鱼，这大块只，五块鱼先来好啊，先来到啦。有人要食五谷鱼的无？五谷鱼，这大块的，我免食免三百，免几啊，我先给你一百了。有人要食五谷鱼的无？一百块。几百个上面，一百块了，大只来，大只来，一百块了，好几块钱，大块的啊，这一菜只一块八九十块的啊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啊，多少钱个？等我一下，一百块要吃啊，黄龟啊，一百块，好钱，哦，来，这个我个人收嘛，我以前带的，我来，我来，上我这边，我两个的啊，上我这边，你买上我黄龟，我来我这边带的，一百块，我带龟，带我这，我今天带龟，这大块啊，两块一百的，来多一百来。我等我，我等一下，我等我一下。你敢要吃牛排哦？牛排全是我啊。